家好，哎，肚子饿了吗？对，啊，那这个今天大保险，因为刚才有些紧张，有些可能是被前面那个台都是爆量爆多，OK， 那加后面可以吗？那我是谢友高，那其实我没什么好介绍的，就是一个很喜欢写程式的，然后同时喜欢泡温泉，没有人知道，但是就是他。那Costa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因为它其实因为蛮多活动还是也比较 open 的。那 Costa 的话，它其实有很多就是 user 或 promoter 这样整个社群的一起的互动。那相信今天会在这边可能看到你嘛，就不大需要再解释是什么东西了。可是有一件观察可能还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知道 Costa 之前开始是2006啊，那时候可能议程可能大家都还是要看外界介绍说什么是开放原始码，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如果那2006年的议程有人跟你讲说，十年后的作业系统战争是 Linux 和 BSD， 一定有人会觉得是神经病，对不对？可是大家知道各位，应该手机不是 Android 就是 iOS， 除非你在当兵啊。那其实这个1967年来，就是说，甚至更久以前哦，第一次的 Costa 应该是 OSW 时代嘛，是1999年。好，那其实到今年，你看几乎已经一个月一个 conference 了。好，所以整个在台湾，至少在台湾来讲，我们说这些 community 等于说非常非常活跃了。好，那所以因为这个不是我有一次被邀请去讲，最近被邀请去讲 Open Source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Open Source 这件事情现在还有什么好讲的吗？不是，本来就大家都会用 Open Source 嘛，就你不需要再去跟商业公司讲说，你应该多采用 Open Source， 而不是用一些 Closed Source 的 solution， 这都变成一个 standard practice， 对不对 ？OK， 那既然我们先讲到一些古代的事情，就稍微考古一下好了。其实开放源码，那重点其实是 code 源码。那 code 这个东西最早其实是距今大概4000年前就已经有了。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时候的 code， 其实长得跟现在还蛮像的，只是它是写在那个石板上面，可是它结构上基本还是像我们今天写的 code， 就是它也是 function， 还蛮 imperative， 就 if then， OK， 好，所以像这个就是这个是苏美人的法律，它会写在这个石板上，如果说发生什么事的话，由这个人杀人，然后他受到什么处罚 ？OK， 那既然讲到程式嘛，那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程式是谁可以写。好，因为这边比如说我们在 Open Source 圈 developer 写程式嘛，好，那谁可以写这个石板上的程式？当然是国王，对不对？那国王说了什么要改什么就改了，他就是唯一的 computer，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撑了蛮久的，到大概西元1000多年的时候，这个大宪章签署的时候，他变成说这个国王他是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就是说国王他必须也要。就法律的规范，他必须要遵守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再稍微回头想一下，这个法就像它叫 code， 那其实跟我们平常在用写软体或者用软体这件事情还蛮像的。好，所以就是说民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跑什么 code， 而不是说这个系统给你就是 Windows 不能装别的东西，然后就是 Internet Explorer 不能装任何东西。那但是另外一层下去，就是说这个是让你选择你要跑什么，可是呢？你也可以 patch 它，对吧？你也可以说这个系统不够好，我先要改成怎么样？那所以以这个形式来讲的话，医保员他们就是 committer， OK？ 那这个整个政府，就是我们平常遇到的这个政府机关或者是这整个系统，其实就是这些法律它被运作起来，被政府的机制运作起来，组合成了一个东西叫政府，对不对？好，那这些政府的 action 到底，譬如说是什么？哦，有些范例，比如说会把房子拆掉，这个是红点呢、啊，这个待会会介绍的。会场那个画面，来啊，这可能是用不了，所以有人做的 App 是这个相机用。那还有就是说最近的比如说两岸国贸易协定这样的签订，然后它。比如说，它是完全没有和其他的产业沟通，或者是让很多人参与可以提供意见，我就莫名其妙就签了这件事情。好，
所以看就说最近刚好很多事情嘛，那大家都觉得很不满，说有今天换来换去蛮多人穿白色的衣服的。好，那可是通常我们表达不满之后，可能我们得到的回应，这个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就说各位其实如果是你都有说常在使用玩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算是还蛮合理的。譬如说，你会问 IE 说你为什么不支援什么功能？你会得到完全一样的回答，因为它程式码就写成那样子啦，它没有办法加那个功能，就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好，那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是问一个 open source 的 browser 的时候，他说好，那你开 issue 啊，或者你来 patch 啊，或者你看你要不要付钱请人写或什么，就说它是一个可能可以被改变的事情。所以其实就说大家都在 open source 圈，就是说可能参与不同的角色，可能是 developer， 可能是 user， 可能是办 conference 的工作的朋友。那其实就说公民社会是很像 open source 上的 community， 只是说大家关注的可能是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或者说不要体制或做这些东西。好，那好，为什么会讲到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发生两件事情。其实去年我其实还蛮就是都在度假，然后就是后来在五月的时候呢，就是外飞行伞出了点意外，所以我的脊椎就变成这样子，不是很妙。可是身为一个爱写程式的人。住院住了三个礼拜啊，然后就突然就觉得很无聊，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写点程式来看要干嘛。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到也是去年在十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比较热门的 YouTube 上面的 video。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知道讲一下，就是至少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反正政府在做很多事情，不用管，就是不管你们的事情，但我在做，对。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就不是很高兴嘛，就觉得加速进行到底加速什么？只看到税金加速燃烧，所以后来就和朋友做一些，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把中央政府总预算视觉化出来，看看每政府的预算它大概长什么样子，每一个分类下面哪一些大，哪些小，哪一些和去年比较怎么样 ？OK， 好，那做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还蛮多人反映的。就是反应蛮热烈的，就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啊，就是资讯社会，然后大家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现在想说，这名字怎么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 GOV 的 O 换成零。那有一个就是从零思考政府应该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像我们其实应该算是数位原生时代，说我们基本上获取资讯不是看报纸嘛，对，应该没有人今天看报纸才知道今天有 postcard。那就说从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去思考？就说原本政府运作的方式，或者说民主运作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做更大的改进 ？OK， 所以就是其实主要进行的其实就是用黑客松的方式，然后就是大家到一个地方来就是 hack松，其实就是 hack marathon， 就是到一个地方一直进行的事，就关起来一整天，然后就是反正看。出要吃东西嘛，那可能有些人就提一些意见，比如说有些想法，我想要达成什么东西，然后就需要什么人帮忙，然后就大家就自己纠团在旁边开始 hack。好，那这件事情其实还蛮热门的，就是说这叫 CV hacking， 就用写程式的方式去可能 improve 一些资讯啊之类的。那在国外其实最近都还蛮热门的。那刚才其实啊，其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应该大家听过。但是其实不请客吃饭也不行，所以活动很重要的重点当然就是要有些食物嘛。OK， 那这个活动大概来讲嘛，好，那参与的人其实还蛮多的，然后蛮多元的。那这个是在有挂在 IRC 上面，有在 IRC 上发言过的人，到这几天大概有300多个人。那其实参与的，就说有各种，就是 developer 啊，然后也有 designer 啊，然后关注社会议题某些不同议题的人。那如果到 GOV 的 About Page， 你可以稍微看到一下，其实就是一些介绍。好，那但是帮各位先整理两个包，就是这几个重点。好，那快速讲一下有什么最近的一些成果好了。好，比如说第一个是标案分析，就是说因为政府的这个投标或是的决标都是公开的嘛，
哦，那其实你可以用这个资料查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哪一个单位特别容易有哪家厂商得标，或说哪两家厂商特别容易同时出现得标，哦，那其中意涵就是可能要其他人高人去解释，我们不懂，我们只好可以把资料整理出来。好，那或是说我们可以查看所有关于Keyword 流云端的标案到底是什么，然后占的比例是多大，那各位就会发现很多是在盖机房，其实好重要。好，那其实有蛮多东西是一些基础工具的，像比如说这边有一个人物关系图的产生器，你可以上去编辑说比如说 A 和 B 有什么关系，这个好像在爆料媒体上可能喜欢用的，因为大家一目了然看到这个人物的关系嘛。那这个是科比做的，然后他在明天会有，今天，对不起，写错了，应该是今天会有演讲，好，今天下午。那另外一个是Jenny做的，这个算是一个，就是他把 Wikipedia 的 page 转换成一个 timeline 的形式，好，变成说你可以在上面 scroll 到，就说比如红红的事件怎么样，几年几月发生，就说它进展是什么。那另外一个是，比如说立法院的效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它每次开会它处理的议案的数量。好，那红色的是暂不处理的，绿色是通过的，黑色是附条款协商的。你就看，那这个资料忘记更新了，所以直到最后一点去看，就很多东西都在最后一次通过，就第17个。那其实平常听说立法院它的资讯化做得还蛮不错，它是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做，那以那个时候的技术做到规划，我是觉得还不错，只是说其实还是蛮难阅读的，比如说很多资讯它可能是500页的 PDF， 好像这个是某一个提案法律 的修正的一个提案，那这个可能就藏在500页 PDF 的其中的某一页，那尤其这个提案它可能有5个版本，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工具，你可以看说 A 版本 B 版本，他看原来他要改的法律到底差别是什么，就说做一些基本的工具，可以让就说当你要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不需要花太大力气去翻那个外面的 PDF。 好，那像还有一些就是说投票的一些视觉化，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左下角有一位那个投票不大一样的人，好，就说如果这样视觉化出来，其实有些资讯就更明显。那还有就是说，因为立法院它其实还有一些资讯嘛，那所以每一次的对话其实都可以在它也是藏在那个 PDF 里面，好，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做成一个界面，可以在这边看，然后可以评论或者说去回信给他，好，比如说这边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那我们不懂，当然我们是选民啊，要不要去问他说你到底说不要OK， 那除了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做很多监督政府相关的事情嘛，那其实就是办黑客松，让大家一起来玩，然后就开始有很多有趣的发掘就冒出来，比如说像是萌点，我相信这个应该大家都蛮看都有看过，所以我就先不多介绍。那下午两点半时的那个 Audrey 会介绍。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也是今天下午会好多议程哦。那个 Blue 他做了一个把这个因为全国各县市的那个福利的法规其实是完全就是不同调的，就是说每一个县市它自己的规定，所以对于需要福利补助、身障补助的人，它其实非常非常难查询的。我想要做一个统一的界面，然后让大家可以很快用 Keyword 搜寻。那另外发现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反正网页404就是找不到嘛，所以就有人想说，这个可以跟这个失踪的时候结合起来，就是说如果网页愿意参加这个 campaign 的话，他可以把它404可以换成 event 一个失踪少年的图片。好，那还有很多像是法律的记录啊，其实我们有一位把它 import 到 GitHub 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条法律它的 plan， 就是说它最后一次是哪一个改的，然后每一次改动是什么。那可是这我觉得可能可以做更多啊，可能可以把它变成每一个提案是一个 branch。那最后 merge 的那个版本是最后通过的，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往外看。那其实法律通常应该不是正常人读的啦，就有点像上面那个脖子非常非常多嘛，那所以就有一位把它简化成，就是说可以用比较简洁的数字去看，因为上面的大家看到第二行我可能就看不下去了，
好，那 ideally 应该是说这个现在可能已经有做一半，就是说你可以滑鼠浮动到那个标号上面，它就把那一条的 summary 列出来。变成说你要去查阅一些，比如判决书啊，或者是说新闻在讨论电信法第九条啊，那个应该是滑鼠上去它就冒出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一次修改是谁修改，对不对 ？OK， 那还有一些有上新闻的啊，像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 Chrome 的 extension， 哦，好像现在有 Firefox 版，就是说装了之后，如果你上104或是什么任何人力网站查询的时候呢？那比如说你看到 A 公司，他就跳出来说 ，A 公司最近三个月内有违反劳基法的记录，确定你要来这样子？OK， 那这个当然就非常受大家欢迎，那大家就觉得这是佛心的网友，就是做了一些可能算是公益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对外界的人就不是 open source 的界，可能觉得这是佛心，可是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平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做的东西贡献出来，让大家都可以用。然后可能就其他人给他变得更好，所以，宅心仁厚嘛。那个 quote Audrey 他就是说阿宅无敌。OK， 那大家看到前面有一些很多范例，就是说这么多的 project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跑出来的。好，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好，那因为其实因为 GDP 这个就我们这边的黑客从可能和一般的 conference 不大一样，就一般 conference 主要是分语言。那 Costa 比较特别，好，那一般刚刚的人是分语言，那 GDP 它又不是特别分语言，所以这么多人来，可能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习惯的做事的方式，要怎么样去合作呢？好，那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有做了一些基础建设，就是一些小工具啊，然后一些就是让这件事情更顺畅的方法。那其实下午有另外一场是比较讲这个东西的，所以有兴趣可以来听。那其中很多东西，譬如说，就是像早上讲到说，你要怎么跟中央机关要资料啊？那就有人整理了一个 template 出来，因为要资料寄 email 我们当然会嘛。可是有时候你要去觉得要好像要很礼貌的写个信，写到一半就生气了，不想写了，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个 template 就可以复制贴上，把那些 keyword 换掉，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footer 讲说，你的 reply 会把它 post 在哪里？好，这样那这样变成说，中央机关还知道回复的时候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说只有这一个。那其实很重要的，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精神，其实就跟平常大家在 open source 的贡献很像，就是说有时候你只是稍微有 idea 了，哦，可是你这个 idea 你要 share 出来，你要让大家知道。那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用讲的，有时候你可能用写的。那怎么样让这个被讲出来、被写出来的东西再推进一步？你可能用画的，稍微画了一个东西，像这个是伊塔他画了一个，他想象中立法院的网站应该长这样子。就不久之后呢，有人就把它接力做梦，就是他把它变成一个真的 markup， 哦，那就是说它是真的 HTML 跟 CSS 这样子的 markup。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把真的资料倒进去。那有时候就是小小来改一些东西，像一开始我们随便弄一个 logo， 然后后来这个装置艺术大师一分，就觉得这样不行啊，这个 CI 不好，所以他就帮我们做了一个 logo， 非常厉害。好，那像这个是一开始我做了一个 3D 的 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男女人会看戏，很奇怪，就有一个 bug， 然后就 Windows 就把这个东西修好。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大家很熟悉这样的运作方式，可是其实跨出 open source 的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运作方式，他可能都是要关起门来自己做。好，所以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说这个运作方式怎么进行。好，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分散式，所以。你很多人在做很多事情，那就主管不及备战，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把你某一个人啊，就是砍掉，说让你去忙别的事情，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对，因为太多人在同时进行了，那东西成果都是开放出来的，任何人都可以接下去做。OK， 那刚才讲到就是说，其实大家在这边都参加 Open Source 很久了，那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一件非常不幸的消息，就其实我们真的是一群偏激的分子，一群很小撮的偏激分子。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 open source 这件事，没有，科技业应该都 OK 的，但这个案例比较例外一点。好，但是跨出了科技界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不知道这件事，就 open source 的合作协作的方式去推动各种不同的事情。好，大家一开始有看到那个 hyper， 那对于如果说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去进行一件事情，比如说去共同完成一个运动，共同推动某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其实是还蛮缺乏的，我们可能现在在这里。
那我简单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这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因为蛮多人上街的嘛，那就有这个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他就整理了一套说你上街该注意什么，警察会哪一条，怎么样把你抓走之类的。好，那这位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他贴出来的时候就说，哎，请帮我转贴一下。那就另外一个 organization 来看到这边说，哎，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懒人包图文版嘛？然后，那这件事情说，我们就要去问说，原来那个作者怎么样？那原来那个作者说，我想匿名。我说好吧，那匿名的意思就是匿名，你就只能 public domain， 你匿名又要分享，那就没有任何 right 嘛，对不对？那至少我解读是这样嘛。那我就说啊，那就是 public domain。那这个公立影音账户他们就拿去做了图文之后呢，另外就有乡民会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拿去自己印手册？好，那这时候又跑来问南威居，问说，哎，那你这个是要实际授权吗？还是要怎样？就是他上面写说欢迎转贴，欢迎转贴，那有欢迎注意吗？不知道，对不对？那可是说，变成说这件事情它完成是耗费非常大的 communication overhead。好，那在 open source 圈的话，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 license 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 license。好，那所以，那所以我想就是说，在 open source 层面里，就我们开发软体的这个方式，那中间遇到的问题，比如说 license 的问题、使用工具的问题，好，或者说我们怎么样用更开放的心态让更多人参加，这个其实在 open source 层面都是被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比较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然后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好，那只是说，其实这个是可以让非 software 发现也用到的。好，那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也去参加其他的活动，或者说认识很多从事不同运动的人，那可以推广一下 open source 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让成果都共享，然后东西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这些我们常见的概念也可以在其他的活动中可以使用这样的想法。OK， 那最后那个其实我要讲的是那个早上其实有讲到虚拟艺人 model，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会问说，哎，你怎么不做那个，比如说一个匿名爆料系统，或者说什么什么系统？那你通常会想说，哎，先承认就是没有人，因为当每个人都是没有人的时候，那其实没有人是万能，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其实我们下一次黑客松其实就在下个周末，可是已经爆满了，所以如果没有报到的朋友，那可以看自己找一个咖啡店，自己揪一团，或者是有兴趣的话，看怎么样进行，线上也都可以协助这样。好，那所以其实更多资讯网上都找到。好，那就是我们其实下午有，应该算是一整个下午的社群历程吧，蛮多里面的 project 会各自做比较深入的介绍，所以有兴趣的话就到应该是201可以吧 ？OK， 好，那就是想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稍微登记自己的 keyword， 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专才的人上来，那所以就会有一个 page， 你可以按 tag search， 比如我会 JavaScript， 我就看什么，非常需要 JavaScript， 或者我会设计，看哪一块就需要设计，这样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媒合系统。对，上一讲其实话说，我希望做自己的，他自己出现了，对，只是这样，你一讲话就出现。大家只要把那个 database 跟那个不要放进来，然后大。
搭配一起到后面的时间中就会这样。那是我目前有在广州政府机关里面有服务这样子。那有一点点经验，就是通常在内部自己的资料，他们都会希望是厂商或是自己的资讯部门做好管道之后，那也会顺带的把一些那个图片的那个画面做出来，就有点像是那个实价登录那样子，他最后都把我们去。那我要怎么去说服，比如说我们的主管或厂商，就是不要去 care 那个图片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专心做好那个资料的 access， 设计好我们的 API， 然后我们的 schema， 把东西都搞掉。我要怎么去说服他？因为这些厂商的想法通常就是，这个东西如果 data 出来的，比如说气象局好了。data 出来之后，那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网站去呈现的时候，比如说 Google 或是哪边去呈现的时候，真正用户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app 是 Google 是 Yahoo 或者是去那家厂商这样。对，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OK， 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政府机关厂商是对我们，是说，因为目前可能你都要厂商做到有 presentation layer， 让 end user 看得到，还有这个 credit， 对不对？不然，然后 data 放出来，然后别人用的时候，好像不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有时间让我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从政府整个它设计 KPI 可能就要改，就变成是说，你的怎么讲？你的 performance， 它不是说有多少人去看你的网站，而是有多少人用你的资料连过去，用你的资料做呈现。所以就说他，因为他最后看到的东西是说，不是这样，大家不是在我这里看到的，所以变成说可能整个 mindset 都要改。那但是自己说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新的东西、新的 project， 那定资料，那资料出来之后，到真的有presentation 的结果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把它包起来的话，肯定会有时间差。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进行的时候，怎么讲？进行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和社群稍微做沟通，说我们有这份资料，有没有兴趣来做？那多什么时候会开放？好，那我先有一份假资料，你可以先往上看。就这是一个比较 engaging 的合作方式，可能就会比较解决说，做完前面那一段的时候，要等到前面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子，不知道回答到什么问题。KPI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写个写上证吧。哦，对啊，早上那个上证会。OK。好，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再谢谢一次那个。